享受美食的同时呢，也可以达到长寿的饱足感，并且维持体重哦。避免大吃大喝，所以我就会利用它来搭配我的小餐点，享受美食的同时呢，也可以达到长寿的饱足感，并且维持体重哦。其实生态奶昔有非常多种口味，那我今天来推荐给大家的是我最喜欢的口味——玉米浓汤口味，因为我觉得它搭配咸食超级适合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泡给大家看喽，给大家看一看它的粉末，非常的细致，感觉超好搅开来。把我们的粉末倒进去，接着倒入200毫升的水，用汤匙均匀的搅拌。哇，你看，非常好搅拌开来呢。主要是透过专利的蛋白生态直接进入我们的肠道，让我们可以有全天候的饱足感哦。此外还添加了美国专利的烟碱酸铬，它可是糖类的杀手哦。推荐给跟我一样贪吃又想维持身材的好朋友们，在享受恐怖之欲的同时呢，也可以利用它帮我们增加饱足感，并且补足满满的营养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